向电狼正式公布新韩援 Mujin King Mujin。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，英雄联盟2018春季赛即将于20日登场，赛事方 Garena 也于昨3日公布八支战队完整名单。闪电狼继 S5 后魁违两年再度引进韩援，官方脸书也在4日晚间发文欢迎新韩援 Mujin King Mujin。闪电狼官方表示，欢迎韩国选手 King Mujin 加入闪电狼英雄联盟团队担任打野位。这位来自新兴的小欧巴今年19岁，曾经带过 LCK 与 EULCS 职业体系队伍，加入闪电狼的目标就是于一级联赛上场并带领队伍冲击世界赛，我们很期待他与队友能摩擦出美丽的火花。有趣的是，该贴文所发布的照片是以 AD 选手 Betty 与 Mujin 的合照，两人的相似度根本高达80%，这也让粉丝纷纷留言，你骗人，左边的才是韩国欧巴吧，根本双胞胎。官方小编也打趣的回应正确。Betty 与 Mujin 的相似度极高，取自闪电狼脸书。曾带过 LCK 与 EULCS 次级联赛的 Mujin 金年将满20岁，在闪电狼主司打野位的他擅长角色是卡密尔与李星，后者不稀奇，前者则是十分少见，着实让人期待他的表现与能否克服语言障碍，顺利和队友沟通作战。